政府积极解救陷入海外打工骗局的我国公民，但由于面对资金不足的困扰，导致外交部无法解救出所有人。外交部部长南都塞夫丁在国会下议院坦言，部门还需要更多的资金，寻求国外领事馆的协助，因此呼吁财政部在三天后的2023年财政预算案增加外交部的部门拨款，解救滞留在国外的大马人。国外高薪打工骗局万丈深渊。根据外交部的数据，目前还有大约2500名大马公民滞留在海外等待援助，但在资源匮乏下，当局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探视这些公民是否安然无恙。外交部部长拿督塞夫丁在国会下议院回答公正党新邦令经国会议员马治理的提问时语重心长，坦言以目前的资金根本难以承担国外领事馆的援助费用，因此要求追加外交部在2023年财政预算案的部门拨款。Yang ini kita memang tidak mempunyai dananya.Dan dalam hal tertentu kita meminta bantuan daripada pihak-pihak yang berkaitan. Namun demikian saya sangat berharap kerana perkara ini kami timbulkan dalam permohonan kami untuk belanjawan 2023, belanja untuk perkhidmatan kaunselor di negara-negara tertentu.面对马治理提问是否会为滞留国外的大马公民承担罚款及交通等回国费用，部长表示政府将寻求各方面的协助，就好比亚航曾经协助政府从柬埔寨再送47名陷入打工骗局的受害者回国。结合受困在柬埔寨、辽国、缅甸和泰国的我国公民人数，目前已经有261人获救，88人还在追查当中。当被问到和这4个国家的外交关系时，塞夫丁表示，我国和他们的关系良好，期间还得到柬埔寨总理洪森的协助，成功解救53名大马公民。部长强调，就算只有一名大马公民在国外失踪，政府将毫不犹豫地拼全力解救国人。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